这带这一块，这个螺母该扭松，把它拆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丝带这部分穿，丝带这部分要注意一下，按这个手指走势，这样走过来，然后穿过这轴管过来，然后收带这一部分。 这样卷的收带，要这个开关要紧。这个把智马智力马装上去，然后按原来的压回去，再扭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压一下下去，再扭过来，这里就可以拉出来了。这个是没装打码的，这个是用螺丝。 你把马装进去，把螺丝扭紧就可以了。